今天几久知识考怎样？小意思呀，我觉得我今天能拿100分。不错。哎，那躺个人啊。啊，看一眼，快，天哪！这哥们不会挂了吧？哥们，没事吧？我今天刚考完急救，第145页，我找一下。好，第一，立即做人工呼吸，快点。这家伙今天吃的是大蒜。哎，怎么没反应啊？那赶紧来第二条，让立即让伤者恢复意识。第三，轻微晃动患者头部，使其恢复意识。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好像。第四，立即让患者吐出呕吐物，快点，来。喂，喂。喂，我这还是没起作用。别急别急，还有。以上选项正确的是一。喂